们先试一下啦，我们先试一下啦。那这个如果觉得这个小编台还不错的话呢，大家记得帮忙订阅，或者是我们下面有一个这个，应该说影片的下面有一个加入会员哦，大家可以花30块，最少30块的这个，就是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来支持一下小编。两张了哈，最高级变身抽卡券。那今天有人说，他花了，就是他开起来然后都闪闪闪电，闪直闪电，他结果打开都是绿的哦。这个闪电真的是作弄别人啊。哦，还是日版好，还是日版好。来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来弄一张看看，看一下他会给我什么东西。来，第一张，抽乐的结果。来，第一箱，3、2、1，开抽！有红色哦。哦，买绿卡，连里面连紫的都没有出现了。第一个没关系，再来第二张，399蓝钻，这样子整个价值算起来的话，这张卡只值30元啊，台币30元啊，所以根本就不亏啊，不管怎样都不亏啦。有紫哦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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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有一个绿的，跳过去，再过，低过，停停，干，两绿啊，没关系，你给我两绿，我就解锁你。来哦，四张。有种就来蓝变，有种就给我来一张蓝变。搞不好刚才那一张是为了和蓝变也不一定啊，我的保底在这边也是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来了，准备闪起来喽！3、2、1，开抽！挡到了，挡到了，挡到了，绿绿的，绿绿的，绿的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我刚才花600块了。你看我身上的蓝钻哦，等下就会增加了这样子。我是在单买蓝钻的。好，来换魔法娃娃了，换魔法娃娃抽卡了。来，我们第一张开起来，到底会不会给我紫的或红的呢？要不要去葡萄园开？我已经开起来来不及了哈。现在结局已经那个已经定了，最好这个卡牌里面都不要出现绿色是最好的。来喽，不要绿的就好，其他都好，不要绿的就好。哦，绿的应该是有90%的几率啊。那时候韩版在看的时候，绿的大概是有90%的几率，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变成10%的那个哦，那个小小的天选之人哦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来，第一张，3、2、1，开抽。哎，好像不错哦，但是给我两张绿的在里面。跳跳跳跳跳跳跳，跑！哦哦。哦哦哦哦，好，我先送他上路啊！拜托，别再给我绿啊！来，送你们上路，再见！所以蓝娃一张，可以直接送我一张蓝娃，可以啦，没毛病嘛！1、2、3，3张了哦。三张了，他给我绿没关系，蓝在这边给我就好了。过来 ，Go， 会不会闪紫结果出绿？会，这个闪电是骗人的哦，会。早上一发入魂抽到艾薇，哇，你这个也太厉害了，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厉害啊？哦，大家的账号都不会让小编失望。刚才那个工程师没有调一下几率。晚上大家就不会抽起来了，要赶快把那个几率调好一点哦。至少第一天要好看一点嘛，样子总是要做出来的，不一定要掉在实况组身上啊，但是至少要掉在各位玩家的这个身上啊。我没有红没关系，大家要红，因为我已经有红了，所以这个是抽给大家看。我就说嘛，总是要有人当这个牺牲品嘛，那我觉得我今天有可能真的就是变成这个炮灰了，那就示范给大家看这个几率到底是绿绿的还是紫紫的呢？让我们来抽一下，3、2、1，开抽！
紫光出现，骗人的吗？哦，骗人的。刚才大家看到紫光了嘛？看起来蛮爽的哦，哇，那个紫，结果是中这个，哦，紫色旁边那一只啦，紫色旁边那一只，骗人，干。